刚才你们有看到非常漂亮的焰火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在后面，你们形容一下。啊哈，什么？你们也没看到吗？但是我听到你们非常美丽的歌声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！好开心又见到大家了，那我们来听歌吧。希望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，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，那些触不可及的东西那就